这是在 Sequoia National Park，General Grant 就是世界上第二棵大的树这儿。这停车场里边就有四棵这个非常大的树。这个树的树洞，人可以走进去看。这个树是倒掉了，他们凿了一个窟窿，看多大的树。这棵就是世界上第二大的树，叫 General Grant。过来看看，好，抬起头来看看羊角，看上去也并不那么大，但是上面那个树杈就比一棵大树还大，只是它这个比例的关系，看上去也就是在都是大树的时候，看上去也没有看着感觉这么大啊。这就是树林里边，这个1872年的时候他们建的小木屋。从下到上的。人可以走进去，哦，后边还是大树呢。非常 peaceful 的一条小路，这走到中途一个暂时停的地方。这棵就是世界上最大的树了，再下来再仔细看看。这儿有一棵倒掉的大树，大树中间挖了一个洞，人可以走过去看看。它这个 trail 就是从这个中间穿过去了。
来了一头鹿，哎，就在这个那外边，他回到头再看呢。这儿水草丰盛，所以说他们在这儿吃的很幸福。早餐是八宝粥。我们现在要去看这个 Big Tree Stump 这个 trail 啊。就是过去这边大树特别多，最大的树实际上过去在这儿，但是被伐木工人已经伐光了，都剩下这些树桩子，咱们去看看去。进来就是这一棵大树，耶，这棵树的树形很好看。这棵树长得很奇怪，这上面结满了果实，这倒的一棵树现在就成了个桥了。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，一个草坪。一片草坪，有野花，这就是最大的那个树桩子了。如果这棵树不砍，可能就是世界上最大的那棵树了。但现在它1890几年的时候被砍掉了，所以就只剩下一个树墩子了。这个地方就是当时他们的伐木厂，把木头砍完了之后，在这儿剪成木板啊，或者是木条这种木材，然后再运走。现在只剩下一些残缺的这个树桩子啥东西了，还是挺可惜的。